冲进画画。我们现在是脚踏市政府的地，我是要问一下郝市长，那个你在99年12月12号，99年12月12号在松山区宝清段的公民住宅说明会讲的这一段话，大家不同意就绝对不会改，将加强与民沟通。我也请问你们的执行人员，问你们的这个大家长台北市长，他讲话算不算话？我们这个台北市民的讨街来这边抗议，也没有椅子可以坐，也没有茶水，所以警备队的队长又要准备茶水。这些人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说，郝市长在讲的话，居民大家不同意就绝对不会干，郝市长的话算不算话？如果他讲的话不算话的话，他难怪他政策就7年没有做，7年都在空白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么荒废。好，我补充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